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一，十无尽藏品第二十二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。尔时，功德林菩萨复告诸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藏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诸佛已说、当说、今说，何等为实？所谓性藏、戒藏、残藏、愧藏、文藏、施藏、跪藏、念藏、持藏、辩藏，是为实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性藏？此菩萨性一切法空，性一切法无相，性一切法无愿，性一切法无作，性一切法无分别，性一切法无所依，性一切法不可量，性一切法无有上，性一切法难超越，性一切法无生。若菩萨能如是随顺一切法，生净性矣。闻诸佛法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一切佛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众生界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法界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虚空界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涅槃界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过去世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未来世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现在世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，闻入一切劫不可思议，心不怯弱。何以故？此菩萨于诸佛所一向坚信，知佛智慧无边无尽，十方无量诸世界中，一一各有无量诸佛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得、经得、当得、已出世、今出世、当出世、已入涅槃、今入涅槃、当入涅槃，彼诸佛智慧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进不退，不近不远，无知无舍，此菩萨入佛智慧，成就无边无尽性，得此性矣。心不退转，心不杂乱，不可破坏，无所染着，常有根本，随顺圣人，住如来家，不持一切诸佛种性，增长一切菩萨性解，随顺一切如来善根，出生一切诸佛方便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性藏。
菩萨住此性藏，则能闻持一切佛法，为众生说，皆令开悟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戒藏？此菩萨成就普饶义戒，不受戒，不住戒，无悔恨戒，无为争戒，不损恼戒，无杂秽戒，无贪求戒，无过失戒，无悔犯戒，云何为普饶义戒？此菩萨受持净戒，本为利益一切众生，云何为不受戒？此菩萨不受行外道诸所有戒，但性自精进，奉持三世诸佛如来平等境界，云何为不住戒？此菩萨受持戒时，心不住欲戒，不住色戒，不住无色戒，何以故？不求生彼而持戒故，云何为无悔恨戒？此菩萨恒得安住无悔恨心，何以故？不作从罪，不行谄诈，不破净戒故，云何为无为争戒？此菩萨不非先智，不更造力，心常随顺，像涅盘戒具足受持，无所悔犯，不以持戒恼他众生，令其生苦，但愿一切心常欢喜而持于戒，云何为不恼害戒？此菩萨不因于戒，学诸咒术，造作方药，恼害众生，但为救护一切众生而持于戒，云何为不杂戒？此菩萨不着边戒，不持杂戒，但观缘起，持出离戒，云何为无贪求戒？此菩萨不现异相，张己有德，但为满足出离法故而持于戒，云何为无过失戒？此菩萨不自贡高，言我持戒，见破戒人亦不轻悔，令他愧耻，但一其心而持于戒，云何为无悔犯戒？此菩萨永断杀、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及无意语、贪嗔、邪见，具足受持十种善业。菩萨持此无犯戒时，作是念言：一切众生毁犯境界，皆由颠倒，唯佛世尊能知众生以何因缘而生颠倒，毁犯境界，我当成就无上菩提，广为众生说真实法，令离颠倒。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戒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残藏？此菩萨意念过去所作诸恶，而生于残。为彼菩萨心自念言：我无始世来与诸众生，皆悉互作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男女，具贪、嗔、痴、骄慢、谄狂，及于一切诸烦恼故，更相恼害，
地香灵铎，金银商沙，无恶不造，一切众生悉亦如是，以诸烦恼被造众恶，是故个个不相恭敬，不相尊重，不相承顺，不相谦下，不相祈祷，不相护习，更相杀害，故为怨仇，自为我生及诸众生，去来现在行无惭法，三世诸佛无不知见，今若不断此无惭行，三世诸佛亦当见我，我当云何游行不止，甚为不可，是故我应专心断除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广为众生说真实法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禅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愧长？此菩萨自愧习来于五欲中，种种贪求，无有厌足，因此增长贪、畏、痴等一切烦恼。我今不应复行世事，又作是念：众生无智，起诸烦恼，具行恶法，不相恭敬，不相尊重，乃至辗转互为怨仇，如是等恶，无不被造，造以欢喜，追求称叹，蛮无慧眼，无所知见，于母人腹中入胎受生，成垢秽身，毕竟至于法白念咒，有智慧者观此，但是从淫欲生不净之法，三世诸佛皆悉知见，若我于今游行世事，则为欺诳三世诸佛，是故我当修行于愧，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广为众生说真实法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愧长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文藏？此菩萨知是事有故，是事有，是事无故，是事无，是事起故，是事起，是事灭故，是事灭，是世间法，是出世间法，是有为法，是无为法，是有记法，是无记法，何等为是事有故，是事有，为无名有故行有，何等为是事无故，是事无，为事无故名色无，何等为是事起故，是事起，为爱起故苦起，何等为是事灭故，是事灭，为有灭故生灭，何等为世间法，所谓色受想行识，何等为出世间法，所谓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何等为有为法，所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众生界，何等为无为法，所谓虚空、涅槃、数缘灭、非数缘灭、缘起、法性住，何等为有记法，为四圣地、四沙门国、四遍、四无所谓、四念处、四正情、
四绳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绝分，八圣道分，何等为无忌法？为世间有边，世间无边，世间亦有边，亦无边，世间非有边，非无边，世间有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亦有常，亦无常，世间非有常，非无常，如来灭后有，如来灭后无，如来灭后亦有亦无，如来灭后非有非无，我即众生有，我即众生无，我即众生亦有亦无，我即众生非有非无，过去有几如来波涅盘，几声闻，辟支佛波涅盘，未来有几如来，几声闻，辟支佛，几众生，现在有几佛住，几声闻，辟支佛住，几众生住，何等如来最先出，何等声闻，辟支佛最先出，何等众生最先出，何等如来最后出，何等声闻，辟支佛最后出，何等众生最后出，何法最在出，何法最在后，世间从何处来，去至何所，有几世界成，有几世界坏，世界从何处来，去至何所，何者为生死最初际，何者为生死最后际，是名无际法。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：一切众生于生死中，无有多闻，不能了知此一切法，我当发一持多闻藏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真实法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多闻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施藏？此菩萨行十种施，所谓分解施、洁净施、内施、外施、内外施、一切施、过去施、未来施、现在施、究竟施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分解施？此菩萨秉性仁慈，好行慧施，若得美味，不专自受，要与众生，然后方食，凡所受物悉亦如是。若自食时，作是念言：我身中有八万护虫依于我住，我生充乐，必依充乐；我生饥苦，必依饥苦。我今受此所有饮食，愿令众生普得充饱，为食彼故，而自食之，不贪其味，复作是念：我于长夜爱啄其身，欲令充饱而受饮食。今以此食惠施众生，愿我余生永端贪啄，是名分解施。云何为菩萨洁净施？佛子，此菩萨得种种善味饮食、香花、衣服、滋生之具，若自以受用，则安乐延年；若辍己施人，则穷苦夭命。时或有人来作是言：
汝今所有，悉当于我。菩萨自念：我无始以来，以饥饿故，丧生无数，未曾得有如毫莫许饶益众生，而获善利。今我亦当同于往昔，而舍其命。是故因为饶益众生，随其所有一切皆舍，乃至净命，亦无所令，是名洁净师。云何为菩萨内师？佛子：此菩萨年方少盛，端真美好，香花衣服以延其身，始收冠顶转龙王位，七宝具足，望思天下。时或有人来博王言：大王，当知我今衰老，声音重疾，穷毒雷顿，此将不久，若得王生手足血肉头目骨髓，我之生命必即存活，唯愿大王莫更愁凉，有所顾惜，但见此念依施于我。尔时菩萨作是念言：今我此生后必当死，无一利益，宜食即舍，以济众生，念以施之，心无所悔，是名内施。云何为菩萨外施？佛子：此菩萨年盛色美，众香具足，名花上浮而以延伸，始收冠顶转轮王位，七宝具足，望四天下。时或有人来博王言：我今贫峻，众苦逼迫，唯愿仁慈特垂经念，舍此王位，依善于我，我当统领，受王福乐。尔时菩萨作是念言：一切荣盛必当衰歇，于衰歇时不能复更饶益众生，我今已因随彼所求充满其意，作是念已，即便失之而无所悔，是名外施。云何为菩萨内外施？佛子：此菩萨如上所说，处轮王位，七宝具足，望四天下。时或有人而来博言：此转轮位王处已久，我未曾得，唯愿大王舍之于我，并及王生为我臣仆。尔时菩萨作是念言：我生财宝即以王位，昔世无常败坏之法，我今盛壮富有天下，其者现前，当以不坚而求坚法，作是念已，即便失之，乃至以身恭勤作义，心无所悔，是名内外施。云何为菩萨一切施？佛子：此菩萨亦如上说，处轮王位，七宝具足，望四天下。时有无量贫穷之人来议其前，而作是言：大王名称周闻十方，我等清风故来至此，无曹经者各有所求，愿卜垂慈令得满足。
十，诸平人从彼大王，我起国土，我起妻子，我起手、足、血、肉、心、肺、头、目、髓、脑，菩萨事时，心作是念，一切恩爱会当别离，而于众生无所饶益。我今未欲永舍贪爱，以此一切必离散物。满众生愿，作是念已，悉皆施语，心无悔恨，亦不于众生而生厌解，是名一切施。云何为菩萨过去施？此菩萨闻过去诸佛菩萨所有功德，闻已不着，了达非有，不起分别，不贪不畏，亦不求取，无所依倚，见法如梦，无有坚固，于诸善根不起有想，亦无所倚，但为教化取着众生成熟佛法，而为演说，又复观察，过去诸法十方推求都不可得，作是念已，于过去法毕竟皆舍，是名过去施。云何为菩萨未来施？此菩萨闻未来诸佛之所修行，了达非有，不取于相，不别要往生诸佛国土，不畏不着，亦不生厌，不以善根回向于彼，亦不于彼而退善根，常勤修行，未曾废舍，但欲因彼境界摄取众生，未说真实，令成熟佛法。然此法者，非有处所，非无处所，非内非外，非近非远，复作是念，若法非有，不可不舍，是名未来施。云何为菩萨现在施？此菩萨闻四天王众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天、梵身天、梵辅天、梵众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片净天、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，乃至闻声闻、缘觉、具足功德、闻已，其心不迷不惑，不聚不散，但观诸行如梦不实，无有贪着，为令众生舍离恶趣，心无分别，修菩萨道，成就佛法，而为开眼，是名现在施。云何为菩萨究竟施？佛子，此菩萨假使有无量众生，或有无眼，或有无耳，或无鼻、舌、及以手、足，来至其所，告菩萨言：我生薄户，诸根残缺，唯愿仁慈，以善方便，舍己所有，令我具足。菩萨闻之，即编施语：假使有此，今阿僧祇劫，诸根不具，亦不心生一念悔习，但自观生，从初入胎不净为行，
包端诸根，生老病死，又观此生，无有争实，无有惭愧，非贤圣物，臭秽不洁，骨节相持，血肉所涂，九孔长流，人所恶见，作是观矣，不生一念爱着之心，复作是念，此生为脆，无有坚固，我今云何而生恋着，因以失彼，充满祈愿，如我所作，以此开导一切众生，令于生心不生贪爱，悉得成就清净至身，是名究竟师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六师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会藏？此菩萨于色如实知，色即如实知，色灭如实知，色灭道如实知，于受想行识如实知，受想行识即如实知，受想行识灭如实知，受想行识灭道如实知，于无明如实知，无明即如实知，无明灭如实知，无明灭道如实知，于哀如实知，爱即如实知，爱灭如实知，哀灭道如实知，于声闻如实知，声闻法如实知，声闻即如实知，声闻涅槃如实知，于独觉如实知，独觉法如实知，独觉即如实知，独觉涅槃如实知，于菩萨如实知，菩萨法如实知，菩萨即如实知，菩萨涅槃如实知，云何知？知从业报诸行因缘之所造作，一切虚假空无有实，非我，非坚固，无有少法可得成立，欲令众生知其实性，广为宣说，未说何等？说诸法不可坏，何等法不可坏？色不可坏，受想行识不可坏，无明不可坏，声闻法、独觉法、菩萨法不可坏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无作，无作者，无言说，无处所，不生不起，不语不取，无动转，无作用。菩萨成就如是等无量慧藏，以少方便了一切法，自然明达，不由他物。此归无尽藏，有十种不可尽故。说为无尽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多闻善巧不可尽故，亲近善知识不可尽故，善分别具意不可尽故，入生法界不可尽故，依一味智庄严不可尽故，积一切福德心无疲倦不可尽故，入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尽故，能分别一切众生语言音声不可尽故，能断一切众生疑惑不可尽故，为一切众生信一切佛神力教化调伏，令修行不断不可尽故，是为实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会藏。住此藏者，得无尽智慧，普能开悟一切众生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涅藏？此菩萨舍离痴惑，得具足念，一念过去一生、二生，乃至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、
无量百千身，成己怪己，成坏己，非亦成己，非亦坏己，非亦成坏己，百己千己，百千一那由他，乃至无量无数无边无等，不可数，不可称，不可思，不可量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己，念一佛名号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名号，念一佛出世说受记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出世说受记，念一佛出世说修多罗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出世说修多罗，如修多罗，其业受记，伽陀，尼陀那，优陀那，本世本身，方广未曾有，譬喻论义亦如是，念一众会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众会，念眼一法，乃至眼不可说，不可说法，念一根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根种种性，念一根无量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根无量种种性，念一烦恼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烦恼种种性，念一三昧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三昧种种性，此念有十种，所谓极净念、清净念、不着念、明彻念、离尘念、离种种尘念、离垢念、光耀念、可爱耀念、无障碍念、菩萨住持念时，一切世间无能扰乱，一切议论无能变动，往事善根悉得清净，于诸事法无所染着，众魔外道所不能坏，转生受生无所忘失，过现未来说法无尽，于一切世界中与众生同住，曾无过咎，住一切诸佛众会道场，无所障碍，一切佛所悉得清净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念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持藏？此菩萨持诸佛所说修多罗，闻居一理无有忘失，一生持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生持，持一佛名号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名号，持一劫数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劫数，持一佛受记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受记，持一修多罗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修多罗，持一众会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众会，持眼一法，乃至眼不可说，不可说法，持一根无量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根无量种种性，持一烦恼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烦恼种种性，持一三昧种种性，乃至不可说，不可说三昧种种性。佛子，此持藏无边难满，难至其底，难得清净，无能至福，无量无尽，具大威力，是佛境界，
为佛能了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十藏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遍藏？此菩萨有生智慧，了知实相，广为众生演说诸法，不为一切诸佛经典，说一品法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品法，说一佛名号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，如是说一世界，说一佛受记，说一修多罗，说一正慧，说也一法，说一根无量种种性，说一烦恼无量种种性，说一三昧无量种种性，乃至说不可说不可说三昧无量种种性，或一日说，或半月，一月说，或百年，千年，百千年说，或一劫，百劫，千劫，百千劫说，或百千一那由他劫说，或无数无量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说，劫数可尽，一文一句一理难尽。何以故？此菩萨成就十种无尽藏故，成就此藏，得摄一切法陀罗尼门现在前，百万阿僧祇陀罗尼以为眷属。得此陀罗尼已，依法光明，广为众生演说于法。其说法时，以广长舌出妙音声，充满十方一切世界，随其根性，悉令满足，心得欢喜，灭除一切烦恼缠垢，善入一切音声、言语、文字、辩才，令一切众生佛种不断，尽心相续，亦以法光明而演说法，无有穷尽，不生疲倦。何以故？此菩萨成就尽虚空遍法界无边身故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十遍藏。此章无穷尽，无分断，无间无断，无变异，无隔碍，无退转，甚深无底，难可得入，普入一切佛法之门。佛子，此十种无尽藏，有十种无尽法，令诸菩萨究竟成就无上菩提，何等为十？饶益一切众生故，以本愿善回向故，一切劫无断绝故，尽虚空界悉开悟心无限故，回向有为而不着故，一念境界一切法无尽故，大愿心无变异故，善摄取诸陀罗尼故，一切诸佛所护念故，了一切法皆如幻故，是为十种无尽法，能令一切世间所作悉得究竟无尽大藏。